立代表陈大使，各位侨界的先进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是我们华人世界的新春大年初三，我们这里办这个活动，我借这个机会向各位拜个年，祝福各位新春愉快，万事如意，鸿图大展，谢谢各位拜年。100年以前，也就是西元的1911年，那一年叫辛亥年，由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推翻了满清政府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，就是中华民国。今年刚好100年。100年有62年时间在台湾，因此呢，台湾跟中华民国是等号的。我们支持中华民国，也不支持台湾。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侨胞以支持政府的任何政策，期待政府积极的推动两岸和解、两岸交流，同时开放对大陆这个旅游。去年一年已经有不少人来台湾旅游了。从今年夏天开始，我们的旅游开始自由行。所谓的自由行，就是说你怎么走都可以啊，就是没有限制。我也是希望我们大陆来的侨胞能够到台湾旅游，当然带上旅游坐飞机，最好就是中华航空公司跟长荣航空公司，因为这两家航空公司每年在我们办活动时候都提供机票让我们抽奖，今天也是有2张机票，我祝福各位能够抽到大奖，谢谢各位。